称天色微亮，班机缓缓降落，载着波兰友情赠送的 AZ 疫苗抵达台湾。指挥官亲自带队接机，这是波兰为了回报台湾捐赠医疗物资的恩情，用疫苗涌泉以报。除了这批获赠的40万剂，下午还有台湾自购的41万剂送到，因此确定将在第八轮开打 AZ， 施打对象也有初步规划。我们现在接下来的这 AZ 可能会准备哈，来试用施打第二剂的使用。13号以后满这个10周以上的哈，那都可以纳进去了。那还是主要以长者为主要啦，就是75岁以上的。境内扩大疫苗接种，边境管制持续滚动调整。原本机组员打完2剂后，每3个月要定期验抗体，确定产生保护力。现在决定取消，因为突破性感染让抗体不再是万灵丹，也不是唯一指标。几千位的机组员里面，其实只看到了7位同仁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的状况。后续的再继续追踪，其实它的意义不是非常的大。这时候反而是加上针对新的变种病毒株，我们确实是要考虑机组员经常的这样飞到其他的国家去，那是不是要有追加第3剂？机组员突破性感染，让社区人心惶惶。中央寄出100万封细胞简讯，民众收到后涌入筛检站，就怕造成医疗系统负担。那这次是只要有可能有，只要有接触的，我们就把它框列。那甚至接触的接触者也框列，并不是接到警讯就要采。好，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觉。目前相关接触者一采都是阴性，呼吁民众做好个人防护，密切注意身体状况，努力挺过7天观察期，不用太过惊慌。台视新闻陈昌略家。